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真欢喜你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你来介绍《使徒行传》这本经典。咱今日所要讲的圣经是伫第九章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的所在。第九章通讲《使徒行传》内底非常要紧的一章。咱其实也当安尼讲，《使徒行传》的每一章拢是非常要紧哦。咱过去两礼拜在讲第八章，今仔日讲第九章。第八章咱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拄到极大的迫害，信徒走离开耶路撒冷，将福音因为安尼带到伫外邦。啊，咱在读第九章在讲真要紧，原因伫倒位？原因就是伫扫罗的改变。第九章开始在介绍扫罗，安尼咱会当小可了解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到十二章。咱应该是安尼讲，第一章到十二章重点拢放伫耶路撒冷的使徒的身上，啊，特别是彼得是一个真要紧的人。十三章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路加将迄个焦点就搭放伫保罗的身上。啊，咱嘛知影保罗原来叫做扫罗，即马名落尾用保罗来改称呼，所以我就拢继续用保罗来讲，就免确定扫罗，确定保罗，啊，有通时会乱吵吵。啊，原来名叫扫罗，落尾改名叫做用保罗。啊，咱可以知道使徒行传对十三章开始了后，那个镜头都放在保罗的身上。啊，这是有原因，因为路加是对保罗去传福音，所以他的经验是在保罗那里来得到。啊，他在记录的也是他跟保罗出去这段的记录。啊，这是他做一个作者，他写他的经验让我们知道。但在这个进程，十三章的进程，他将所有的镜头大部分放在彼得的身上。啊，当第九章的一个较特别的所在是，第九章大圣要介绍保罗是安怎样落尾有改变。咱知影在第八章的头一句话就讲，使提反的死，使提反的死。扫罗参与有得，啊，唔但扫罗参与有得，扫罗是真激烈的迫害信徒，啊，迫害当时的基督徒。啊，这件代志来到第九章，就真趣味咯。第九章一个讲什么？讲扫罗，啊，是讲咱咧讲讲做保罗，伊甲犹太当局吼耶路撒冷的上重要的改战，安尼就是。犹太人的最高议会，伊去摕到什么？摕到许可证。这种的许可书，那用咱今仔日的话来讲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搜查令啊，搜捕令，叫做搜捕令，还是搜查令？对，嗯，亲像法院摕到这种的命令，伊会当去搜查，会当去抓人。啊，保罗摕到这种的许可证，开始要去到。去因看会到、找会到犹太人的社区，要去掠人。啊，要掠什么人？掠信耶稣的人，要甲因掠到监狱内底去关。啊，当有一日，扫罗就是摕这种的资料，摕到名单，然后要往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去。伊要对大马士革。开始骑马去到伫路中的时阵，伊继续要去掠人。啊，伊要掠人真残酷，伊无得管讲是查甫的查某，伊拢掠。其实当时伫犹太人的社会，负责人的地位真低，负责人
敢若会当对查甫人去伫做事，对，咱伫讲讲做对查甫人去拜吼。查甫人若信什么，负责人对伊信什么，这是伫早期的社会真普遍的现象。所以你掠负责人，其实是来有真侪负责人，毋是因真正有信心，是丈夫叫因信什么，因就对去。啊，大部分是安尼。啊，保罗无过管制，伊就是摕到资料名单起咧，伊就开始去掠人。有一日，伊要去大马士革掠人，啊，就骑马骑到半路，圣经讲什么？讲突然间。有一个真大的光介照，予伊目睭睁袂开，毋但睁袂开呢，煞骑马骑袂在，就人对马顶跋落马脚去。毋但是跋落马脚，才突然间发现着啥物，伊个目睭看无。即、這个目睭看无，就真严重。啊，目睭看无，要阁不要紧，伊阁听到一个声音。即、這个声音是甲伊讲啥？伊讲：扫罗，扫罗。你啥事迫害我？哦，伊在讲，扫罗，扫罗，你啥事迫害我？啊，咱会当看出讲，扫罗听到这个声音真着惊，伊头一个回应的什么？讲啊，你是什么人？啊，这个声音甲伊讲，我就是你在迫害的耶稣。哦。耶稣出声，甲保罗伫讲话，换一句话讲，即个保罗所拄着是啥物？毋是去奉代替昏蒙迄个耶稣。保罗所拄着耶稣是起来伫甲伊讲话耶稣，安尼这是个我的耶稣，嘛是彼得因伫耶路撒冷所的见证的耶稣。是个外耶稣，换一句话讲，即个使徒在讲耶稣个外，即个代志是真正个正确。毋过保罗因在迫害基督徒，就是在讲讲，因未使搁再讲个外耶稣，迄是假。保罗是安怎样参与伫即种迫害基督徒的行列？咱也对使徒行传的资料，咱会当找到小可甲伊整理，会当安尼了解。保罗是出世伫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庭，伊的老爸是法利赛人。啊，保罗细汉伫迄个环境长大，所以伊甲伊的老爸同款，对摩西律法经典传统习俗是非常敬虔，啊有伫追求的人。所以伊讲我是法利赛人的囝，啊，然后伊讲啥物？伊有受过真严苛。真严格啊，非常严格的经学教师的训练。咱得知影讲，伫犹太人内底，经学教师的地位是非常高。安尼，法利赛人延续出来有迄种专门研究经典的学派，这叫做经学教师学派啊，这是法利赛人。所以犹太人有两种宗教信仰上主要的主流团体，一个就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发展出来的是什么祭司系统。所以耶路撒冷圣殿遐在掌握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作的拢是祭司，因就是属于什么属于撒都该人的系统啊，这是因的宗教信仰的派别啊。另外一个派别就是法利赛人啊，法利赛人延续落来的经学教师，这个经学教师上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得教世人认捌摩西律法经典甲圣经的教示。保罗就是经学教师啊，保罗的先生是什么人呢？是伽马列。啊，伽马列，咱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有读到，我嘛有介绍过伽马列伫当时的耶路撒冷，通讲是经学教师内底两个派别，经学教师各有两个派别，一个叫做自由派，一个叫保守派。保罗的先生伽马列是属于自由派的大师啦，所以伫审问遐个使徒的时阵。伽马列出来讲话，讲因啊，家己乌白讲话，乌白做，因所讲的未成功，上帝家己得刑罚啊！
所以上好卖处理这些耶稣的学生，给因转去。啊，这就是伽马勒讲，所以伽马勒伫犹太人的议会讲话有影响力的对安。啊，保罗是这个伽马勒的学生，所以保罗基本上来讲，伊唔单是伫经学教师内底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，甚至伊真可能就是甚一个真热心。第一号犹太教的传统的执行者，因为安尼，伊感觉这信耶稣的人拢乌白讲话，啊，大家拢是在破坏这犹太教的传统，甲犹太人对摩西承受落来迄个宝贝的财产，所以要去掠犹太人的基督徒，掠去关，要互因知影，袂使乌白来。啊，这是保罗哦，大发热心的保罗。啊，咱若看保罗有这个背景，所以各所在，包括使提番的事，伊参与有着，包括掠基督徒落监狱，甚至敢判死刑，伊拢掠有着。唔过今仔日伫大马色的路站，突然间有大光改照，互伊摔落尾，卡煞目睭滴到青盲，唔单呢，伊阁听到声音。讲索罗索罗，你是安怎安尼迫害我？我索罗惊一下，伊随时问一问这个声音讲：啊，你是什么人？啊，这个声音在讲什么？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听到声音，啊，这耶稣伫在讲的时阵，佮伊讲什么？讲你即马起来，入去城里，我要教你做代志。好，你起来入城。我要教你做代志，听到声音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哦，有人在讲，保罗看到迄大光哦，有人读圣经读讲，迄毋是大光啦，迄是啥？迄是伤热狂，无休困，啊，地高路尾安怎样中暑？因为去予光照到迄日光，迄个时间光透中道，好透中道，予日光照到。啊，中暑昏气，无论咱安怎解释拢不要紧。不过有一项是事实，伊听到声音在甲伊讲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一定捌听过真济人在做见证，讲伊捌听到耶稣甲伊讲话，甚至有人讲伊听到上帝甲伊讲话。咱也记得看教会历史，这种听到上帝的呼声，这种的经验。常常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会经验到。我们如果去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，你知道大圣将福音带来到台湾的不是牧师的，大圣将福音带来到台湾是一个名叫做马雅国医生、哦、这个马雅国医生，他是对苏格兰来到台湾的所在、啊、他是怎么买来，伊在讲，伊读大学的时阵，伊就听到上帝呼伊的声音。啊，这个声音是啥物？大讲，你得去倒位去远东的所在。哦，啊，对苏格兰来讲，讲远东意思在讲远远的东远的世界。所以，在志愿当时的苏格兰的车会，伫厦门的所在有设一个办公室。伊就讲好，既然中国的厦门。遐有需要人，爱得志愿来。爱是苏格兰读医学院，伫 Glasgow 大学读医学院，爱毕业了，伊就志愿来远东的所在。当时的英国国王召见，因为毕业哦，全校第三名，成绩真好啊。哎，英国的国王来问讲，啊，你要爱对一间病，英国政府拢留迄落，因的子弟上优秀的留伫英国。马雅国医生甲英国讲讲什么？伊讲无，上帝给我的声音，爱我去远东的世界。所以是，伊听到上帝声音，伊讲伊要去远东的世界，爱来到厦门，底下报道了，遐就代讲台湾需要有人去亚福音的经济。伊做一个医生，伊带三个子弟就对。厦门来到伫台南的安平上了，
就伫台南开设病院，开始医疗团队的工作。安尼，这是1865年，就是130几年前的代志。听到上帝声音，真侪人有这个经验。保罗听到耶稣的声音，这个耶稣的声音都在证明什么？证明耶稣过活。保罗是去在抓这些相信耶稣过活的人，哦，这真趣味咯。哦，听到声音，上帝呼声，上帝在叫的声音。我嘛会当阁介绍一个，互咱熟悉台东基督教病院创办的头一个院长，创办这间病院的院长谭医师啊。这个谭院长就真趣味，谭院长是一个骨科真出名的医生。爱在美国哦，伊就是读医学院啊，毕业训练的时，伊看到一个报告啊，教会的消息报告，讲需要有人去对。去伫南美洲的山林，哦，南美洲遐原住民的山林，去伫啊来做啥物？来做医疗服务的工作。啊，这谭医师就讲，安尼好，我要志愿来去。所以伊的训练，伊就写去写批哦，找地台安排训练，针对伫南美洲遮印第安的山区的人来做训练。真趣味啊！当伊训练了的时阵吼，当伊训练了的时候，无快，训练了无快。伊是志愿要去南美洲的印第安的迄个原住民的山区，啊，讲训练了无快，啊，无快要怎样？讲伫迄个时阵，车会有人甲伊问，讲亚洲有一个所在叫台湾，你要去无？啊！伊想讲啊，我受这个训练是要去南美洲。啊，即马台湾遮讲有一个声音，台湾遮有迄个教会写批去予美国遐个教会，甲讲阮台湾需要有人来帮衬阮，所以负责个单位就问这个谭医师讲：台湾你要去无？伊想讲啊，我伫受训练啊。无去也无采，啊，管他伊啊就去，管他伊啊就去。啊，第啊讲好咧，啊讲好就来到台湾。来到台湾是派去伫对台东，40-50年前的台东，哇，交通真无方便。啊，伊是做骨科的医生的训练，因为原住民拢大概山顶啊跋落去啦，摔到的这种靠努力的。爬山啦，什么这种的意外较侪，手骨断、脚骨断、鼻孔断啊，真侪拢这种的问题。伊来到台湾的台东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，这所在需要的患者，我爱帮衬的患者，哪会甲我伫美国训练的拢真同款？所以这谭医师有讲一句真趣味的话。伊讲我是志愿要去南美洲，啊！上帝予我通过这个训练，啊！叫我来台湾的台东，讲叫我来台湾的台东，啊！即马趣味在趣味伫遮。伊两年前退休，啊，四界去为着台东基督教病院要重建，病院要重建，伫遐来募款的时阵，伊有讲出这种的经验。伊讲我来台湾哦。啊，钱拢开了了，连阮太太嫁妆啊，遐个金银首饰啊，就是讲一寡迄落，遐个什么啊，金仔啦、链仔啦，哦，珠宝，伊讲遐拢去互贼仔偷摕了了。伊讲唔过有一项哦，贼仔拢偷摕袂去。伊讲迄项就是什么？伫台东的原住民的身躯顶，真济人的身躯顶，拢有留落。伊送予因上宝贝的礼物，骨头断去的啦，脚断去的，手骨断去的啦，拢有谭医师甲因接的，开刀甲因接的，迄个伤痕接无好势，甲因添起来，迄个受伤的痕迹内底，拢有谭医师的记号伫迄个所在。伊讲迄吼，贼仔摕袂去，
啊抹袂掉，啊大家拢会想到伊。伊讲，我上帝伫我的身躯顶留上宝贝物件，予我伫这个台湾土地的顶面。啊，这是真心实。伊讲听到上帝声音，咱咧读第九章。嘛会去读到一件真趣味的故事，就是保罗听到耶稣在讲的声音，叫伊入城。伊要教伊什么代志？伊答保罗讲：“你入城，我会甲你讲，你爱做什么代志。”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出现，去甲新人讲话呢，甲另外一个人名叫做。阿拿尼亚，这是第十节的所在。伊讲有一个人名叫做阿拿尼亚，得到上帝启示，讲得爱去找谁？找保罗。啊，保罗是名声足歹，因为伊专门得迫害基督徒，所以信耶稣的人拢捌这个人叫保罗，因为保罗专门得掠人去关去判死刑。所以大家听到保罗这些基督徒拢安尼加个切气，安气甲要死去。啊，咱会当去看到什么讲？阿拉里亚嘛是一个信徒，但是咱伫遮看见什么？伫大马士革嘛有信徒伫这个所在，哦，所以真趣味。伫耶路撒冷四散信徒，唔但是去撒玛利亚。其实伫加利利嘛有人，唔但伫加利利有人，佮大马士革内底嘛有基督徒伫迄个所在。啊，这个阿拿尼亚就是伫大马士革，伊听到上帝声音，爱去城内找一个甚物人呢？找一个保罗。不，阿拿尼亚甲上帝讲啊，讲甚物？讲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拢伫欺负信徒，伫迫害信徒，啊，你要叫我去找上帝，甲伊讲，你得自己去。哦、你不用管，你自己去。阿拿尼亚是既然是信徒，伊得听上帝话，伊真正走去找保罗。啊，伊唔但是找保罗，伊阁找保罗介绍保罗来甲谁熟悉呢？来甲所有的信徒熟悉。即个信徒看到保罗来，拢后尾惊死，讲我伊是唔是来得探情报？知影咱中间有甚人是犹太人？信耶稣要他掠去关还是什么？但是保罗真实在甲因分享，伫讲上帝怎样通过日中道，予伊看见特别的异象，就是耶稣的过话。耶稣过话唔但是甲伊面对面的讲话，甚至用目睭的青眉来伫做记号。啊，咱知影，伊看到阿拿尼亚了，伊个目睭讲亲像啥物，讲有一个希兰落去，伊开始会看见。所以伫大马士革伫遐传福音了后呢，即马毋是信耶稣的人上册伊，煞另外一种人上册伊。保罗原来是要依附犹太教的传统，还是讲犹太人的传俗？结果即马伫大马士革开始，保罗开始讲话。不是在骂基督徒，是开始在讲什么？在讲耶稣真正过活，显现乎我看。所以引起这犹太人大受气，讲哎，这个人唔得食了，唔得药啊！伊本来是在掠基督徒，怎么说在替这基督徒讲话？所以这犹太人就哪来哪受气，因就决定要想办法将保罗给暗杀。啊！当有真侪即个信耶稣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因本来上惊保罗，即马唔是惊保罗，是想办法要安怎保护保罗，所以就赶紧伫利用半暝，将保罗对大马士革的城墙的顶面，甲伊流出去城外，爱保罗赶紧走离开，所以保罗才赶紧走离开大马士革，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。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列位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所在读的第九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，都伫甲咱讲起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，就是啥物？会改变人的生命，毋是靠人的气力，是个外耶稣。当咱若去拄到个外耶稣，
一个人的生命会完全改变。所以会改变人，不是人，吼，不是讲某咪人的气力会改变人，是个话的耶稣，当咱甲伊拄到的时阵，你就会改变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给咱一个真要紧的人物，是上帝开力的改变人，不是咱家己的改变，或者是要靠人的开力来改变，这拢是真困难的代志。人是非常软弱的，人嘛是非常硬气的哦，也是讲心真硬。这个心真硬的人，你要怎改改变？上帝话会改变。咱若看伫大马士革的路，保罗是一个真热心的经学教师，伫迫害基督徒，但是心中快乐改变伊，格外耶稣。耶稣讲一句话：“你啥事迫害我？吼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”上帝声音出现伫人的生命内面，人就会改变。弟兄姊妹，咱在讲传福音，就是什么？要将上帝声音、将上帝话达讲传出来。咱若将上帝话达讲传，咱的社会若听到上帝话，咱的社会会改变。咱若将上帝话达讲出来，咱的家庭、咱个人会改变。弟兄姊妹，真多谢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。愿上帝赐我们祝福，伊的话甲你的家庭、甲你本身，大家三甲之地平安再会。带领你前途，他让云彩空中飘。